你们看到那么影的影片，竟然只有这样子的尖叫声？不是吧？我们已成功登陆。我们已经登陆成功了。是的。到底我们是谁呢？来听听，我们到底是谁呢？我不要听自己人的，我不要听自己人的，我不要听你们喊的。我们是谁呢？好冷漠，好冷漠。哎，你们越热情哦，我们才会把那个头盔拿下来。好，到底我们是谁？随着你们的欢呼声越大声，我们脱头盔的速度就越快。一二三，准备。哎，我已经脱完了。哎，谢谢你们让我们没有那么热，因为我们真的好热啊。好，先自我介绍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 Catherine 凯欣。Hello， 大家好，我是 Joe 张哲。请问一下，我头发有乱吗？我没有看到我自己。真的耶，还好吗？颜值有在，对不对 ？OK， 一样上线。OK， 好，欢迎大家来到 Lushen 品牌战略发布会2023。耶！大家刚刚应该有看过我们非常帅气的这个形象短片了吧？帅不帅？帅不帅？你们讲不帅，我还是会讲帅的。那这一次呢，真的是隆重启事的举办了一个发布会，因为呢，待会呢将会和大家公布呢我们Lushen全新的形象造型了。哎呦，还有全新的阵容 ，Yeah， 有史以来呢Lushen最庞大的一个 MC 阵容了。OK， 就是看到噔噔噔噔噔，七个人那么多哎，真的，这是有史以来最强大咯，因为过去哦我们人。订单薄啊，就人很少，什么都是 A Catherine， 什么都是 A 阿周，但现在就加入了很多的人，很多的心血。Mac， 你的这个表情是什么意思？有质疑吗？不认同吗？不认同吗？你知道我们两个是 OG 吗？开台致敬哎。OK， 那除此之外呢，也会有全新的节目时段啦，对不对？也要跟大家公布的。OK， 对，那在那么重要的节日，当然必须要有重要的人见证啦。嗯、我们有我们的老板Lushen节目部经理 Winston Go， 谢谢老板。那当然也谢谢所有出席的媒体朋友以及。还有我们的听众们、真的是千里迢迢，并且呢就是第一次呢参与了我们这么重要的一个发布会啊。是的，还有在观看 FB 以及 YouTube Live 的朋友们，给我们刷一排爱心、刷起来刷起来。而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呢就即将要公布我们接下来所有的 MC 全新的一个时段，包括首先当然我们两位啦，昨天在 IG 上就很矫情的跟大家告别了Lushen Hair这点，四点到八点正式，就是我们的这个 Hair 这点正式迈入历史了嘛。但也因此呢勾出了很多人对我们的节目的担忧不舍啦，对我们两位 S 搭档的一个不舍啦。你们会拆伙吗？你们还会在一起搭档吗？我是很想啦。喂 ，Hello 啊什么？多说一次。OK OK， 打架下。所以到底接下来我们是否还会在一起主持呢？请看大屏幕 ，Joe and Catherine， 耶、yeah! ，会出现在早上六点到十点。我们有全新的节目名字叫做Lushen B 六一零新宇宙。Lushen B 六一零新宇宙。锵锵，所以我们才有这个宇航服的打扮啊，是不是很应景嘞？是不是？你看最有型就是我们了的，你看其他 MC、啊、其他 MC 没有的，没有什么用心的，而且临时才去买紫色衣服。哎，谁？谁？谁呢？OK， 那为什么我们的节目会叫做 B 六一零呢？最主要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在Lushen待个610年。哇、wow, 到时候。他，你就是千年姥姥了。对，你也是啊，爷爷。千年爷爷嘛，没有啦。OK，B 六一零呢，就是 breakfast， 早上六点到十点。对，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加入这个全新的节目，登陆新宇宙。哦、为什么叫新宇宙呢？因为我名字是 Catherine 凯，而我的名字叫做，所以就是新宇宙，多么的有心思，掌声！博士、哎，厉害吧，厉害吧，会有。我们也觉得非常的自豪啊，而且这个节目呢，真的绞尽脑汁想了好久好久，才有这个单元的，一一来为大家介绍，好不好？好，包括呢早上的6:30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很多的00后啊，包括一份是90后呢，对于今天一早起来啊，到底我今天顺不顺利呢，非常在意。我要穿什么衣服上学？我要吃什么东西？
东西呢？对，我要往哪一个方向走比较好运我？所以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十二星座的运程。星座360。是的，而踏入7点钟呢，就有勾选 ENT 探测器。发射了这个探测器出去之后呢，就可以为你们呢发掘一下当日最多热搜的一个娱乐新闻 Entertainment News， 所以才有 ENT、哎、然后7点40分呢，我们就会根据一首歌来创作一部广播剧、yeah. 就是、每周一首歌曲哦，因为每次听歌的时候都很留意歌词，然后就在想说啊，好有意境哦，如果我可以把它演出来那该有多好啊，主要就是满足我们的爱演的那个灵魂啦。我配合他吧，脸是吗？你很爱演好不好？没有，绝对没有、okay. 所以在这广播剧当中呢，就会看到要么他演我爷爷啦，要么他演我爸爸啦。 Hello 所以一样是要打架啊然后呢，再加上我觉得说呢，广播剧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电台呢很重要、并且呢无可取代的一个因素啊，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广播剧加入了青春的元素，希望呢你们可以有感受不一样的这个氛围啦，对不对？对我们来说是大突破、哦、真的，因为我们在演第一集的时候我们演情侣，是我们要抠出一个城堡出来了，就啊好恶心的，我们要讲说宝贝yeah! 因为我们之前也有演，但是呢我们为了让自己可以更加顺心的演哦，我们就性别调换，所以才有 Joey 啦还有洪伟权的出现。是，然后没有想到这个节目那么受欢迎，当然就是要把它搬去我们新节目啦，叫做勾选男女研究室、我们会继续保留这个节目，而它呢将会发生在每天早上8点钟，来探讨呢到底男女生之间还有什么差别啦。但我相信所有的听众们哦，其实对于男女生的差别没有太感兴趣，反而呢从昨天的 comment 里面呢才知道说，原来他们最感兴趣的就是到底 Joey 啦几时真的要跟洪伟权分手。因为我们的剧场里面每一次结尾都会有分手了，洪伟权没跟你在一起啊，真的，所以分了几个月都还没有分，可能610年过后了、哦、真会说话。那9点钟呢，我们就有这个哈哈战斗机。其实每一次在跟身边的朋友聊起这个单元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什么真的假的能做得成吗？这节目绝对做得成，因为我们所吸引到的听众呢都是正能量满满啊，很欢乐的啦。到底怎么玩？我觉得说现场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嘛，哎、欸，要不要示范一下？我觉得很 OK、欸。先不用了解他怎么玩，对对，你肯有谁、哦？我看到。他马上就是笑的那一位，哎、欸，来，就灰色衣服的吗？来来来，就是你，就是你了，来来来来。我觉得你肯定会笑的。你要牵着我的手，还是你自己上来呢？我们有掌声有请。耶、yeah, ，9点钟就是哈哈战斗机。哎、欸，你好不尊重你的头盔、欸，他翻了哎、欸。Sorry， 因为我太激动了。来来来，请真的这样讲。好，请问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叫永彤。永彤，好美的名字哎、欸。你平时都有在笑吗？有，你是什么问题啊？他现在是在做什么？你平时都有笑出声音吗？有啊。真的吗？那我们的勾选哈哈战斗机呢，顾名思义就是要你哈哈大笑，就每一天在对早上9点钟的时候呢 PK 我们其中一位 MC， 谁可以用最长的一口气来哈哈哈哈哈哈这样子啦。是，那你今天想要挑战的是周正耀组吧？是，讲是是对，好，果然是千年姥姥逼人家。OK， 我就一口气，然后笑多久，你就要战胜我。看你们谁笑得比较久，所以他先笑， okay, 好不好？来，3、2、1，开始。要不要留一条生路给人家啦？一共笑了大概15秒，我判断的。你有没有信心可以超越15秒？我看你嘴巴在颤抖哎。紧张，不用紧张，我给你一个拥抱。笑不了，有人家不要吧？人家没有想要。OK， 15秒的记录，有信心吗？没有，没有，没关系，没关系。其实输赢真的不重要。对对，就图个氛围嘛，好不好？来，3、2、1，半秒吧，这个3、2、1。你其实假笑我们也接受的，就是那种哈哈哈哈哈哈，也 OK。1、2、3，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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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么的简单。好棒啊，谢谢你，是，谢谢我们的永彤。Thank you。其实很简单啊，输赢真的不重要，只是希望呢，每一天大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开车上班去或者是上学去的时候呢，都能够被这些笑声呢给感染到，然后呢，开启你新的一天，对不对？所以永彤，接下来就期待你的 WhatsApp 了，好不好？就如果大家有想挑战的话，可以先把我们的 Goshen DJ X number save 下来，0699888889，随时欢迎你们 WhatsApp 进来挑战我们呐、啊。Exactly。OK， 节目介绍完毕呢，其实。我们除了是 Goshen MC 之外，我们好忙啊。我们接下来也会升格，变成 Goshen 制作人。嘿，哪一方面的制作人？我们将会拍直视频。哦 ，OK， 是不是好厉害，自己制作、自导自演，然后自己写对白、等等。然后接下来呢，我们 Goshen B 六一零新宇宙将会有直视频影像版的 Goshen 男女研究室。哇 ，OK， 一个月一次，就期待一下。然后希望大家呢，可以给我们的这个作品呢，大大力的赞。还有分享出去，好不好？也期待大家就是继续的关注我们，然后也多多参与我们的节目单元啦。是的，那谢谢大家啊、来到我们的这个Goshen品牌战略发布会2023，我们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是结束的啦。我们要奔回去。是，那你们可以去到后方了，我们有准备了茶点啦，还有那个茶几。什么？那我没有诚意啊，没有打扮的那些嘛，没有啦，开玩笑啦。OK， 接下来这位朋友，我真的很想赶快下台，因为我热，很热，我里面在融化了。OK， 我们请出 Kristen 威亚。耶、yeah, ，谢谢 Joanne Catherine， 再次给他们热烈的掌声。哇，很不简单，穿了这身衣服，对不对？那大家好，我是 Kristen 温阳。OK， 大家看到我自己一个人上来，应该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啦哈，有点小孤独。那其实我觉得说呢，我跟三这个数字呢，还蛮有缘的，你知道吗？首先呢，我23岁，然后、哦、我在1年133天前，我同样也是站在一个舞台跟大家讲说啊，大家好，我Goshen早起了喂啊，等等这样子一个节目的。那其实我的 on air 就是从1年前到现在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我自己本身，就是跟Joey， 就是一个搭档了哈，两个人主持。第二个阶段呢，是我自己一个人主持。然后到第三个阶段呢，有我们 Kelly 还有莹莹啊，三个人一起主持Goshen早起了喂。那这三个阶段呢，很不巧的，三位搭档呢都离开了我啊。那我们在构思这个新节目的时候，我跟老板聊天哦，跟老板聊，老板，你觉得我要做一个怎样的节目啊？老板讲说，我就在那边两个人耳来耳去，他跟我讲，哎，不如你做运动哦。那你运动员嘛，顺带一提跟大家讲一下，我以前是一名田径运动员啦，小小跑步了啊，谢谢。OK， 那是这样子的，做运动嘛，运动最好看的是什么？比赛。那比赛是为了什么？冠军。拿冠军 ，Exactly。那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种东西，通常是像我这样子拿第二名跟我讲啊，友谊第一啦，不用紧啦，这样子类似于这样子啦。OK， 然后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是我以前比赛的时候，我有一个称号，你知道吗？我叫万年老二。为什么？因为我参加三个项目都是拿亚军的哦，所以呢，这一次的节目呢，我就花了一点小心思了哈，就是有点加速啊。我的新节目呢叫《Goshen三局三连冠》。朋友们 ，Set Goshen三局三连冠。没错啦，这三个小时的节目呢，就像三场比赛一样了哈。那都想三场比赛呢都连冠，连续拿冠军。很多人觉得说拿冠军可能 maybe 对一些人来讲很简单嘛，但你要连续拿冠军不简单了哈。那这三个节目呢都是实打实可以拿冠军的一个节目啦。首先呢，讲到比赛了哈，以前比赛呢，我就说最好看的东西是什么？逆转胜。啊，就你在看到，哎，有一个人领先了之后，后面有人 catch up 追上来，或者讲说你打羽球啊，像我们最近看很多羽球赛这样子哦，这个分数领先了很多，结果到后面反超哦，这样子的，这种是最好看的嘛，对不对？然后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出去的时候，人家都会对着我唱一首歌，羊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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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我就很抗拒，啊，我不是羊羊，我叫温羊哦，我叫温羊，到后面我就啊，对，大家好，我是羊羊这样子的，那我就把这两个东西呢 combine 起来好了，逆转胜跟羊羊，那我10点钟这个节目。单元呢就叫羊羊逆转胜 ，OK。那羊羊逆转胜这个单元呢，基本上是讲网络热榜啦、一些 trend 啦等等这样子的，就是可能你平时拍的一些 TikTok 啊，或者讲说最近发生一些很火的事情，或者讲说一些名梗这样子的 ，OK。那羊羊就会出现跟大家讲解，会讲说，哎，这个梗是怎么样这样子的啦。那接下来呢，
来到下一个小时啊，我们来到十一点钟啊，因为我的节目是十点到一点嘛。十一点钟呢，我们以前比赛的时候很喜欢听歌，你知道吗？比赛紧张嘛，就上场之前都会听歌。那你想象一下，现在哦，最近不是一个很火的视频咩？啊，像 Mac 这样子啊，猛男啊，周俊嘛，那边呼，听着那个耳机里面是 I'm feeling lonely and I wish hold me 这样子啊，是不是？那这些歌曲呢，我们到时候都会在网络上面听到啦，会在看影片的时候听到啦，等等这样子的。那我在这个节目单元呢，十一点钟叫三乘三接力曲。那就讲说呢，三乘三接力曲，我们每天呢都会有三首歌曲，分别是两首新歌，还有一首 Kristen 推荐的歌曲啦哈啊，因为我们要总结所有这个好听的歌曲啊，让大家去就是可以在勾选一次过听到啦，不需要去找哎这个影片什么好听什么好听，或者讲说你听了一首歌，不懂叫什么名字哦，是不是很多有这样的情况嘛，对不对？那来到了十一点半呢，在十一点这样子有两个小单元的 ，OK， 第一个是三乘三接力曲啦，那。在十一点半呢，这个节目单元叫勾选使命必 try， 使命必 try， 那顾名思义就要 try 东西嘛。你看我们年轻人在座的零零后啊，九零后一零后OK， 那基本上呢都很喜欢试新东西，听到朋友讲哎这个餐厅哦那个东西很好吃的，出了新品去 try 哦，然后搜或者讲说去 看哪里有东西玩啊，又去玩了，玩了之后觉得说还好欸，我们觉得很好玩欸，对不对？那我们勾选使命必 try 呢，我们的使命就是要为你去 try 很多新的东西，给你介绍一些好玩好吃好用的，我们都会去 try 啦哈。然后跟你讲说哎，这个东西值得 try， 你再去 buy， 这样子就不会踩雷了 OK。 那来到了十二点钟，年轻人嘛，年轻气盛，你看到没？哎啊，少不了什么爱情的滋润哦、oh! OK， 那就是讲到爱情呢，我们在十二点钟这个单元呢叫 MVCP 秀了哈。 MVP 有人懂是什么意思吗？ OK， 在比赛当中 MVP 呢是 Most Value Player 的意思了哈。那 CP 是什么意思大家懂吗？有没有人看对你有感觉？有吗？有啊。OK， 好，话题案，话题案了。OK， 那 MVCP 呢？它的意思呢，就想说 MVP CP 嘛，对不对？就想说呢，最 MVP 等级的 CP 会出现在我们勾选的节目。那这个节目呢，基本上在讲很多高甜时刻啦，一些很 sweet 的 moments 啦，这样 for maybe 单身的朋友可以去参考一下，哎，人家是怎么很有技巧性的让可能想要追求的人开心，然后追到手这样子的。那如果是有另一半的朋友呢哈，你可以学这个技巧起来，你就没有这样快会变单身了。OK， 那讲到 MVCP 秀了，刚刚不是有讲到说我们每位 MC 都会做自己这个制作人 producer 嘛，对不对？所以呢，当然 MVCP 秀这个单元呢也会出现，就以短视频的形式出现。我们现在马上邀请两位冠军啊，有三冠军，有请 Fabulous。比赛的冠军，Elisa 子萱 ，OK， 当然也有 Eman， 我们2022校草冠军。嗨，大家好，我是 Elisa 子萱。啊 ，Eman， 哇，帅哥有没有？你看我们今天的 theme 是 match 黄色，因为刚好配合。哎呦，哎呦，我也是第一次看嘞，喂。OK，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an 梁逸文。那么这个节目呢，是。就是 MVCP 秀 ，MVCP 秀，它是电台节目，然后电台节目刚刚讲说有关于到那个高甜故事，对高甜故事，像我们短视频会怎么做？我们是以短视频来做，然后是什么？他就是他在一起，等。Oh, I'm so sorry. I am so sorry. 来，有请。OK， 基本上就是会有街头配对，对不对？对啊。对，就是会讲说我们在街头遇到你，哎，俊男美女，哎，这样我们就让你们配对，这样子。那我们是选帅哥美女，是不是啊？我们那除了我们会出现在你们的大学，也会出现在你们的一些餐厅，还有一些各大商场里面去跟你们进行这个配对活动的。那我们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游戏的方式，去让原本两个毫不相干的灵魂，就是原本没有交集的灵魂，去给你们配对，去相遇这样子。哦，比如说伊曼和艾丽莎。沟里有乱乱配掉被骂，好，对不起，别乱来，我在这里先道歉。等下他的谋福利倒没有啦哈。OK， 这一次呢，我就带着 Eman 还有 Elisa 呢，就当做这个丘比特了哈，我们去寻找爱情啊，我们就找就是俊男美女互相配对这样子啦，我们会以游戏的形式让大家就是
发现爱情啊，够甜的 ，OK。那也谢谢一门 ，Thank you，Thank you。那当然了 ，Elisa 呢，她自己本身也是有自己的周末节目的。对，你什么节目叫什么名字？我的节目叫《够炫青春星期天》。对。就是我的这个节目呢是两个小时的节目，那在第一个小时呢，我会跟你们分享一些好看的影视作品，它叫做够炫好戏放映会，那就说好戏嘛，那我当下会除了跟你们分享一些当下很火的一些影视作品之外，那也会跟你们分享一些我自己看过觉得很真心想要推荐给你们的一些影视作品，给你们分享一下，推荐一下这样子的。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就是够炫 TikTok 音乐会，那不管是你们在 TikTok 看到过的一些搞笑的视频啊，又或者是一些游戏的视频，或者是一些舞蹈挑战，还有手势舞等等的，都可以在我的节目里面让我跟你们分享一下，让你们听到这样子。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听好听的 TikTok 神曲，还有好看的影视作品的话，就请我听我的节目。我的节目就在星期日的傍晚6点到8点，够炫星期天，请大家多多支持。有点小难过，他讲搞笑的时候看着我，搞笑。Am I joke to you? Yes. 好了，谢谢 Lisa， 掌声给 Lisa 子璇。那想 support 他的话，记得啊，星期天傍晚的这个6点到8点都有他的节目啦。OK，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刚讲。Yeah, no place, no town that we can go. Hang on, why not? 우리접어傍晚，我想拉着你的手去看海，你的脚尖点起来很自然 ，My cutie pie 让人又怜又爱又心软。女孩，为了告白我练习到傍晚，趁着夕阳对着天空呐喊，春风将你羞涩吹散，让眼神交缠在耳边的呢喃。还记得有一天在三路边的楼梯间，我的心被偷走了，看你走进寿司店，每天把你回家的路都走一遍，讲情话必须翻字典，我是爱的手里剑。哦哦，我知道你的前任身在九七年，我像个园中城的奶茶邮递员，我知道你喜欢拍照好二次元，他哥们没得选，只能 freestyle 随机应变。那么你哪里还是加拿油价，点起来很自然 ，My cutie pie 让人又怜又爱又心软。女孩，为了告白我练习到傍晚，趁着夕阳。
以前大家都说晚班很潮，现在五班也超潮，超潮的，就是我们啦。Correct。那四五六七八呢？从四点开始到五点呢，我们有一档节目叫做《勾炫酸甜苦辣咸》，记得五个字吗？酸甜苦辣咸。是的，我们是要跟大家分享哦，每一个社会小白，可能你半工读，可能大学毕业去做工， yes. 可能做工十年五年了啊，你一定有一些酸甜苦辣咸，要找到共鸣，没有人跟你分享啊，那什么新宇宙啊就大。可以去听一听，没有啦。还、啊、什么三连胜？三什么、okay. 什么三什么三连胜啊？啊，还是很棒的，还是很棒的。OK， 我们这个酸甜苦辣咸纯粹要找到啊，这些社会小白或打工族的一些共鸣，跟你分享行业的八卦，来聊一些、啊、聊一聊一些你的负能量啊，对，老师的坏话、老板的坏话之类的。Correct, 那到了五点钟呢，不要再说我们是没有营养的节目了。对，这一次更加没有营养。哎，没有嘞。这一次我们要分享的是冷知识，对，五点钟的单元呢就叫做勾炫金木水火土，是不是不明白为什么金木水火土，就好像你不明白那个冷知识为什么的原因一样。 OK， 是的。那五点钟呢，它特别的点有什么？除了跟你分享冷知识，它会有两个新的角色。有谁听勾炫知道啊、我有另一个角色的名称叫什么？三二一，咚咚笑笑，对，没有错，答对啦！哎、欸，这里闹鬼是吧？为什么会有声音？除了有咚咚笑笑出现在勾炫金木水火土之外呢，也有 Auntie Broccoli Cucumber。Yeah， 所以要哈。哎、大家可以去到我们勾炫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 Dr. 笑笑，我躲在那个电视机后面 啊大家要听到节目的话呢，听勾炫四五六七八就可以了啦。哎，我 Andy Broccoli Lee Cucumber 啊，记得啊，去到勾炫的 YouTube 啊，看一下我们新那一集啊。哎，By the way。大家除了、哦、可以在 on air 听到我们两个小小的单这个角色、对，之后也会在你们的手机上面，可能是 IG， 可能是在脸书，没有没有可能、啊、就是 IG 吧、啊、IG， 因为OK， 好，那除了这个金木水火土，我们两个人 Dr. 笑笑跟 Andy Broccoli Lee 会做一个影像版之外呢，我们还有一档节目，六点到六点半有勾炫 A E I O U， 大家有收听我们晚班也知道我们最厉害什么。语言，我们的那个名称叫什么？九点的一二三，语文补习班，答对啦。OK， 但是我们现在换一个戏码，换一个名字，叫做勾炫 A E I O U， 同样是跟你分享一些潮语啊、网络热词啊，但是要跟你分享不同的东西，什么？他会用他所理解的方言来诠释给大家听。来，我讲广东话，大家讲好冇计较嚟。喂哟，非常之好啊。OK， 到了六点半呢、嗯，更加极端了。我除了要讲大家听不懂的语言 ，correct， 我还要唱歌。大家听不懂的歌啊是的 ，OK， 我们其实语文补习班之前有这一个翻唱系列，我们把它改变成六点半到七点，勾炫哆瑞咪发嗦，然后每一个星期只要有演唱会或者你自己本身喜欢哪一首歌手，你的偶像，比如说周信哲演唱会要来了，明天我们就来翻唱他这一首怎么了，然后是翻唱马来文版本。广东版本你听过吗？没有嘞，我们自己也没有听过，但是就要唱给你们听。对，而且也、大家可能真的要准备好会接受我们的魔音穿哦。Correct. 那像上个礼拜的卢广仲，我就唱那个。我们七点钟呢，还有一档节目叫做《鸡汤有毒》，但是我们也是改名了哈，把它升级版变成《勾炫煎炸爆炒煮》。OK， 因为鸡汤就有的煎啦，有的炸啦，有的煮啦。哎，你妈妈是炸鸡汤的吗？很厉害的她很厉害的。难怪有这个儿子。她放进冰箱了去炸。对 ，OK， 这个单元呢，同样是除了有认真啊，有知识啊，我们两位也会分享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跟你分享这个鸡汤到底对不对， Correct. 这个语录到底该不该听。对、啊，所以你要跟我们成为鸡汤的审核官的话呢， Correct. 七点钟就不要错过啦。当然，最后一单最后一个单元呢，勾炫个十百千 万会出现在七点半到八点。我相信每一个年轻人跟我们一样，我们出来打工也不是很容易，赚钱不容易，所以每花一分钱都要想得很仔细。主要是像妹一样减下啦，或者斤斤计较。没有啦，像他一样比我更减下啦。OK， 所以呢，我们这一个个十百千万要教大家怎么省下个十百千 万。比如说今天你看到一个爱莱呢，外面买一些品牌爱莱呢，二三十块、一百块，我教你去哪里可以买到一块半的爱莱呢？画起来还可以防水。啊，不要吓我啊，是真的哦。啊，你以为我讲骗话啊、哦？啊，你会吓到我们的听众、啊。没有，因为他给我那个表情啊，这样。没有，他刚是这样，他刚是这样。
切，这样子，哎、欸，你就不要这样子了，啊、因为之后、啊、我希望他切，他切啊，你来听我们的个十百千万，你就知道我们多么会省钱。是的，也会跟大家分享，像是一些学生价的美食啦，或者是哪里去旅游有更加便宜的机票啊，等等等的。那最后的最后呢，四点到八点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同样的，我们也会充当自己节目的制作人，我们会有一个 IG Reels 的迷你节目，叫做《勾炫哆瑞咪发嗦》。继承哆瑞咪发嗦，我们是翻唱一些语言的歌曲嘛，所以他会饰演 Andy Broccoli Cucumber， 我会饰演 Dr. 笑笑，时不时每一个月出现一个 Do Re Mi Fa So 的 Reels， 跟你们分享我们在路上唱歌唱方言的歌，或者做一些路人挑战，而且是可能就出现在你们家的可能树下、哦、你住哪里来接大傻，我来找你，我跟你讲啊，不能这样，要报警吧？没有啦，听众干嘛、啊？好啦，谢谢大家，希望支持啊，继续支持我们酷炫四五六七八，谢谢大家。马上把这个麦克风交给晚班继承人啊，大家可以上个厕所先啊。颜值就在这里了，终于出现了。是的，我是一点都不大只，但是站在他旁边呢，非常大只的大颜啦。啊，我就是站在他旁边，是非常小只的小甜呐、啊。对了，我们的节目叫做《大颜与小甜》。几位？一位。好的，这边请，欢迎光临，恭喜大颜与小甜。所以呢，我们还是要隆重介绍一下自己啦。我叫 Kelly 凯欣。Hello， 你好，我是 YYY 莹莹。我们就要继承晚班这个节目啦。那接下来我们其实在晚班的时候呢，我们总共会有五个单元啦。对，那在八点钟的时候我们就有勾选千层烤蛋糕，所以我们这整个节目呢是比较可啡 feel 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单元非常有可啡的感觉。第一个就是千层烤蛋糕啦，千层烤蛋糕就是会让你们考一考你们成语，让你们学一学成语的。就因为世界上有很多千千万万个成语我们学不完的，但是有一个成语你们是不用学的，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貌美如花。你知道为什么不用学吗？因为貌美如花写在我们脸上了呀。这是依依自己说的。哎，晚班的都那么不要脸吗？没关系，那接下来八点半我们就有勾选三分钟冰度。对呀，三分钟冰度呢，就是会分享一些冷笑话，还有搞笑的视频给大家啦。也、yeah, 就是生活上很多压力、很多烦恼嘛，就来听我们三分钟冰度呢，你就会忘掉这些烦恼了。通通解除他们的烦恼。今天其实我准备了一个冷笑话的，让大家忘掉烦恼啊。今天来，请问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Two， 这是二。对啦，那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Peace。不是，这是饿过头。Yeah. OK， 来，我们接下来呢，九点钟有勾炫发发式探店啦。怎么啦？对，那因为看到 Joe 跟 Catherine 就是一男一女的搭配嘛，然后Kristen 比较孤独一点一个人，然后呢 Meg 跟 Broccoli 又是两个男生，那我们就有两个貌美如花的女生啦。啊、对呀、啊，我们就有专属于女生声音的单元，叫做发发式探店。所以呢，你们即使是男生，你们都应该听我们这个单元，毕竟你们要知道你们身边的，不要每天在投诉女生到底在想什么，哎呦不明白女生呐、那就来听我们的发发式探店啦。是的，那接下来会来到最好玩的单元，十点钟，勾选决战卡路里呀， yeah, 它是我们的 game section，所以基本上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都会玩很多的游戏。对，总共第一个呢，就是会有看谁说最多，那第二个呢，有造句我最强，来到最后呢，就是有最错惩罚表啦。对啦，这整个小时都会在玩游戏，如果你在家很无聊，可以来听听我们这个单元，一起玩一玩啦哈。是的，然后我们的战绩呢会累积一个星期，那输家呢就会接受惩罚，那是什么惩罚？大家就一定要来听我们的节目了。对 ，OK， 来到这个单元呢，十一点钟，勾选最帅学生价。Yeah. 对，基本上它是一个属于校园话题的一个单元。然后呢，每天晚上六点钟都会让你们来投票你们最有共鸣的事件，然后我们来一起探讨一下你们曾经的校园生活之类的。对啦，有颜值的我们，有知识的我们。又幽默的我们，然后又青春活力的我们，就要收听我们的最帅学生价啦！对，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到十二点，大家一定要收听我们的勾炫大颜与小甜。那
还有，不要那么紧张，还有，除了我们，Hello， 除了我们这个单元以外，我们就是还有刚刚说的 IG Reel 视频吧。然后这个 IG Reel 视频呢，就是会分享一些有哇，看到吗？貌美如花。OK， 回归正传。所以这个视频呢，就会带大家分享一些马来西亚的好吃的食物、好玩的地方、好喝的饮料啦。对，所以大家记得留守门发发试探店，让你开心每一天啦。是的 ，OK， 谢谢大家。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有准备一个惊喜啦。那其实这个惊喜呢，大家也看过它，它就是 Perry K。哇，终于都到我了，所以，谢谢，接一下，你们到时候也是会有这个感觉，也是会有哇，终于到 Perry 了，哇，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听他们全部在那边，因为刚刚大家很串了，我也要来学一下，很串一下，哇，什么宇宙，什么一啊，什么四五六七八，全部听够了啊。放心，在拜六、星期六还有礼拜天呢，你们就可以听我打歌了啦！哇、啊！然后这一次呢，其实上一次我们是已经有配合过了啦，和 Go Show， 那我们只是长达一个月的这个演出啦，就是在这个播放这个歌。然后这一次，因为老板说，不够反应很好大家都很喜欢嘛，你们有没有听过？有吗？耶、yeah! ！OK， 所以呢，这一次不是一个月。也不是两个月，这次我们长达一年，是的，所以呢，从今年2023年到年尾呢，你们都可以在每个星期六还有星期日听到我打歌啦。所以其实 normally 啊，普通天呢、啊，我就是会去 event 出席 event 或者是在不一样的场合去打歌。那在那个情况下，你们才有机会听到我打歌。Yeah. 但是这一次呢，我是把我的这个整个现场的感觉，因为这个节目呢是我就是亲手录的。所以这一个小时呢，不是说我是把歌全部接在一起还是什么，但是我是在我的 DJ 碟前面，然后就是现场在那边录了一个钟放给大家听的。哇、所以呢就可以让大家在不一样的地方，不只是在现场，在 YouTube， 在车上，或者是在Facebook， 或者是在这个 Short App， sorry 不是 Facebook， 在 Short App 都可以听到我现场打歌。Yeah！ 所以呢，大家就记得留守星期六8点到9点，还有星期日10点到11点的节目啦。OK， 谢谢，谢谢 ，Thank you。欢迎加入我们的大家庭，真的爽！接下来的话就可以听到我们，不管是从星期一到星期日呢，都是精彩。原来四五六七八的那个七啦，另外的那两天是不是你们包班的？是 Perry K 包班的、关你们什么事呢？你们就工作5天。但除了在电台我们有很多精彩的节目之外呢，其实在勾炫的 YouTube 你们 subscribe 了吗？很重要哦，这个频道，因为呢我们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包括接下来呢将会有全新团魂类综艺真人秀《勾炫全员出道》，我们7位 MC 呢都会一起去体验不同的一些事情啦、玩意啦，对不对？那全员出动，顾名思义就是我们整个勾炫 team 都会一起出动，一起去完成一件事情。然后每一个月呢都会有不同的挑战。那我相信过去的几个礼拜，大家应该都在我们各自的 IG 看到了我们的分享吧？就我们第一站就去了 Long Town 啊，有好多很养眼的照片、影片，还有一些预告片，没错啦。这一次也带到来记者会啦，当然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干爹 Clean Now。Yeah! 节目一开始就有干爹赞助，那希望接下来呢，干爹多多爱我们，我们也爱你。事不宜迟，我们也马上来看一下我们的预告片，噔噔。
欢迎来到狼人啊！他们教我不喜欢旅行哦，在第一天就这样子是怎样？两面两面有什么特别？两顾里有顾里啊！有什么？哇！我看到了，你们过来过来过来，看招财包。Hello， 小梅。不要弄烂妈妈，我折。有些一来是不是女人来的？有什么东西？一定有在。发生什么事情？我准备了什么惊喜，让他们鸡飞狗跳？到底第一集的勾选全员出动几时可以看得到呢？就在明天晚上8点，勾选的 YouTube 频道准时上线，所以赶快 subscribe 起来，打开小铃铛。Yeah， 再次呢，就是让大家期待一下啦。也希望呢，未来的勾选全员出动呢，除了我们全体 MC 之外呢，也可以让现场的每一位啦，线上的每一位呢，有机会参与的哦。Yeah， 希望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去玩，一起去挑战新鲜的事物啦。那紧接呢，哎呦，我们还有另外一波惊喜。惊喜要跟大家介绍的非常重要，马上请出那两个子子的人，子子啊，那个每天踩人家节目、讲人家节目不好的人，我们没有踩，我讲事实吧，是事实来的，对啊，我们是真的强、啊。好啦，当然像刚刚阿 Joe 跟 Catherine 就有讲了，勾炫全员出动是我们第一档算是主推的这个节目，接下来还有非常多精彩的计划要跟大家分享的。而接下来的计划呢，除了是我们 MC 本身，当然也是作为一个回馈啦，让听众朋友们还有荧幕前的观众都可以参与这项企划。是，而且还可以赢到丰富的奖品哦。说这的呢，就是勾炫电台台呼设计企划。那什么是电台台呼呢？看大家看一看这个banner呢，勾炫勾饭，而勾饭呢，它就是那一个台呼。如果大家你是有天马行空的朋友，或者你本身就非常厉害，想象啊，想出一些很惊人、一鸣惊人的东西呢，啊，可以来参与啊，就这样，好像勾炫勾什么，或者是勾炫勾。的概念你知道吗？哇，这个很特别、欸，勾炫，里面就我们每次手指勾炫，勾炫，啊，这个这样子特别的东西，你觉得可以参与就来参与，对，只要你是12岁或以上。如果你的阿嬷阿公70、80岁，他要参加都可以，因为他12岁以上就可以参加了。是的、哦，而什么时候可以来参加呢？从明天开始呢，6月1号到11号呢，只要上到勾炫的 MY， 成交你觉得最适合我们勾炫的台呼，各位听好了啊，就有机会赢取一部 iPhone 14。有没有想 iPhone 14？还是你要讲你现在用的比较紧？没有啦，哎、欸，你对他很有意思，一直按着他的这样子。好啦，那其实呢，在6月1号到11号之间，你们来参与过后呢，那一个我们会公布的日期是6月16号。6月16号我们会公布7位的入围者，会和我们7位 MC 一起在打造的最后的7强台呼。是的，那这个7强台呼打造出来过后呢，会有1个星期的网络投票，大家都可以来参与的。我们会跟全马的听众呢一起来决定我们勾炫的未来，包括你还有荧幕前的你。Yeah， 所以呢要参与记得去到勾炫的 MY 把你自己的一个勾炫台呼你觉得适合的成交上去就可以了哈。Yeah， 希望你可以得到咯。Yeah， 当然紧接着下来除了有勾炫全员出动，勾炫电台台呼设计企划，我们还有另一项合作的计划是什么呢？我们交给 Kristen， 交给 YYY、yeah。 交给有请，掌声有请！噔噔噔噔，谢谢两位支持的人。OK， 那这一次也算是我们三个人最后一次同台好了。对啊，对啊，你知道啦，前两天我们刚结束我们最后一次的 N A 啦，勾炫找起了我们三个人刚结束啦哈，这样这一次算是 last 了喽哈。感动哎，他们手写信给我，你知道吗？不可以讲的啦，我们那么有心。他们送巧克力给我的嘛。OK， 言归正传，刚刚讲到说有很多福利嘛，勾炫就是我们会送很多东西给大家，对不对？然后之前我们也是有经常送很多票啊，或者讲说周边啊给大家，就是透过这个勾炫 DJX number 01699888889嘛。那当然我们也要感谢我们所有的干爹，我们所有的这个商家，这一次呢就 Clinel 啦，对不对？之前还有 VC 啊等等这样子的。那接下来呢，下半年呢，我们会跟不同的商家跨界合作 ，two is better than one 嘛，对不对？对 ，is also better than one， 对，越摸越好了，什么英文啊？越摸越好。Hello, 反正我们就有很多 crossover 啦，在下半年。所以有就是我们的本地服装潮牌的，还有就是我们茶饮的品牌的。如果有任何干爹想找我们合作的话，随时非常欢迎你哦。是的，那我们接下来也会举办非常多的现场活动，让所有喜欢勾炫的听众们呢一起来参与。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期待
待一下我们接下来有非常多的惊喜活动了。是的，所以记得留守着我们的 social media 啊，郭轩的这个 IG 啊、Facebook 啊、YouTube 啊 ，subscribe 起来 ，follow 起来啦，然后记得 save 起来这个号码06998889，很多的福利，干爹们，请去找我们哦，爱你，哈哈。那在这个时候呢，我要再次邀请我们全职 MC 啊，其他的四位全职 MC 一起来到台上啦。刚刚可能你在看我们这个品牌影片的时候呢，就是有点太快了啊，反应不过来，对不对？我们再次呢，把目光呢移向大荧幕，一起再看一次我们的这个品牌形象影片。希望呢，我们勾选接下来不管是下半年都好，还是未来都好呢，都继续有你们的这个支持还有参与。然后呢，最后呢，也再次跟大家说声一下谢谢啦，因为呢，我们的勾选品牌战略发布会2023完美结束。谢谢收看的朋友们。是的，再次要邀请我们两位这个 MC 啊，我们有这个 Alyssa 子璇，然后有 Eman， 当然也要邀请 Perry K 再次上台。耶！好，继续呢，我觉得说我们最后给大家来一个鞠躬吧，感谢他们对我们一直来的支持。三二一，谢谢，再见，谢谢，拜拜，拜拜。